小猫咪今天没有好冷，有哈。小猫咪早安。小摄影。帽子被抢走。来，嗯，来，我自己拿走。你把它放到书包里吗？拜拜。妈咪，拜拜。拜拜。嗨，猫咪。拜拜。拜拜。你刚才吃完是不是？啊，妈妈没有来吗？你鞋子呢？在穿鞋子啊。不知道。啊，走了。爸爸带你回去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我猜了好了，我就猜我猜了吧。话说了，有没有像不像 OK？ 哦，还以为是蜡笔。我可以用我的手刷，因为我的手有橡皮刷。嗯。好难刷哦。爸爸最近像这种橡皮筋，有沾过红色的蜡笔，可能会很好刷哦。他沾到绿色的或黄色的都不好刷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功课好难写哦。嗯，是啊。这功课我都不写的。哎，快到明天了，好像只有这种手法哦。明天的、哦。对啊。好像一个礼拜两天功课啊。不是啦，我是说的是，好像下个星期会写这个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上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